沿着阴霾湖前行，船夫熟练地穿过蜿蜒水路间，眼前福田挨着福田，孕育出一整片一望无际的水上菜园。我们来到一座莲蓬工厂，女孩熟练地将莲花梗折断，取出细丝，再将几条细丝搓揉成线，然后用手工编织布料，经过天然漂染后就可用来织布。据说很多年前，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为表诚心，利用莲花梗的丝为佛像编织了一件袈裟，无意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面料。据说这冬暖夏凉的莲蓬袈裟深获当地僧侣的喜爱，任谁会想到这柔软而坚韧的布料就是来自阴霾湖中娇弱的莲花呢？为了表示虔诚供养以莲花丝编织而成的袈裟，这就是缅甸人无与伦比的供佛心意。具体说明了为什么2000多年来原始佛教的经典奥义能在缅甸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与弘传的原因了。深入佛国缅甸，我们会发现缅甸有三多：佛塔多、庙宇多、僧侣多。佛教与僧侣俨然已成了当前缅甸最引以为傲的文化资产。缅甸人对比丘表示崇高敬意的最佳证明，就是他们乐意贡献所有，即便是自己身居狭隘的房子里，他们缩衣节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供养三宝，捐助兴建寺院佛塔。缅甸人普遍认为，供养僧侣袈裟、饭食、水果等，这是佛教徒获得功德的良机。人们在路上碰到僧侣，都要双手合十，躬身施礼，直到僧侣通过为止。僧侣就是缅甸人民顶礼膜拜、至高无上的精神支柱。这天上午，我们来到缅甸曼德勒近郊古城的马哈甘达永佛寺，这是全缅甸最大的僧院，实际上是一所佛学院，学生人数近2000多名，一场盛大的共僧活动正要进行，只见所有僧人井然有序地列队，谨守佛陀时代出家人的三衣一钵。他们行如风，立如松，充分展现南传僧人的威仪，庄严摄受，不言而喻。供万僧呢，也就是亲近供养这些比丘们，他们呢就是具足了福根慧的一个功德，具足了个亲近解脱这个智慧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从这里去恭敬礼拜呢，延伸我们未来的生命有无尽的福祉跟无尽的这种善缘。所以我们做了12年的这个共生呢，我们都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呢？这份有意义的工作呢，希望我们永远的持续。难得一万生，我们一生当中共万生，哪可能机会机会，所以恭喜大家哈，能够来共万生，每年希望大家都发心。在新加坡，他们都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小沙弥，啊，在我们那里啊，对呀，那里都是出家众本身就不多嘛，那更何况小沙弥，所以来这边看到他们应该觉得很兴奋了，跟他们差不多同样年龄，很难得，这是个万生的活动。平时我们在新加坡共生也就十几位、二十几位，难得这里有10000个僧侣，让我们一次
可以种这个福田的。经云，僧如大地，能长养一切善法功德。僧宝是一切世间供养、布施、修福的无上福田。供僧就是一种清净的供养，让众生当下远离烦恼，除心束缚，得清净心，不仅能广结善缘，减轻业障，长养布施喜舍之心，更为当来身执出世的菩提善因。虚云老和尚也曾说过，佛法二宝端赖僧宝扶持，若无僧宝，佛法二宝无人留步，善根无处培植，因此斋僧功德最大。我们不管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各地，我们聚在一起来共同的酿造一份的力量，就是信仰的力量。这份的信仰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广造广大的福气，广修诸善，那么我们广结佛缘。在缅甸的僧众最多，什么都不多，比军人还要多，所以我们来这里就对了。所以我们来这里供这里的这么多的出家比丘，因为最少呢，他们是非常的亲近的一个僧众，最少呢，他穿了这个袈裟，我们顶你什么呢？最重要是顶你这个袈裟，只要有人披了这件袈裟呢，就是佛陀的传人，就是可以给我们福跟慧，也就是给我们福田的。所以大家真的是有福啊，有福。